你怎么来了？放学回家，路过。路过。高栋和咖啡馆好像是两个方向吧？我走错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今天是我们店里最后一位客人，我给你露一手吧，你等着，来，你尝尝。 威士忌特调，你没有什么感觉吗？没有啊。你不会是酒鬼吧？啊，不是，一不及他酒量不行，他每次约女孩出去喝酒，都偷偷让我替他喝。他也太过分了吧！早知道在图书馆的时候，我就应该狠狠揍他一顿。图书馆？嗯。 他偷听咱俩说话，啊！他就听到我说我要给你做好吃的，然后他就羡慕嫉妒恨，说让我也给他做好吃。我不同意。我也不会同意的。嗯，那你保证，你以后不许给他做饭吃。 所以你以后你做的饭，只能我吃。好呀。 喝酒吗？怎么了？你脸红了。我一看到你不喝酒，脸也会红。我送你回家吧。 走。